我们用这个加减消去法哈，来解这两个方程组。我们看第一个，我把它加起来 ，y 就没有了，所以把它加起来，这7x 等于零啦，所以 x 就等于零，那 x 等于零带进去，3y 等于4嘛，所以就得到哈 ，3y 等于4，得到这个 y 哈是等于4/3。所以呢 ，SY 哈，这个是等于呢零跟4/3。啊，再来看这一题，这一题是 Y 又一样，把它加起来，所以是8x 等于多少？等于24，8×3=24。那 X 哈等于3，哎，等于3知道以后带进来，2Y 等于13。减多少？3带进去，33得9，所以这是4，所以 y 等于多少？ y 等于2，所以 x 等于3，那 y 等于2。